大家好，我是 BA， 好，现在来讲 Top Vision 啊，1:76 mini 车，全套的哦。它内容物有车，哦，主体车，两个空白壳，一个涡轮板，哦，有进气孔，一个 NA 板，没有进气孔，充电线 Type C， 充电线，说明书，遥控器，正三洞。可是它这台车只有两栋，然后安装方式是这样，放的，这样 ，OK， 开关机，好，这边开机，然后车辆开机在这，充电孔在这，开机搜寻完后。灯会很亮，很亮，哦，四轴，这已经是第二波大货，第一波一下子就抢光了。是不是在家里啊，跟小朋友竞速，买一张赛道可以玩，情侣就是对战，输了八头这样子。因为老港现在空间很小，不敢吹快。我是真的比翼控，来给你们看什么叫比翼控。方向是动多少，哦，它就动多少。玩具是动多少就是啪啪啪啪啪这样子。好，这以上。1:76 mini 小车。